你要不要先说明？请问你为什么没有来过康熙啊？我，你来过没？还没，第一次。请问你是？我是，大家好，我是佑胜，我跟陈荣一起主演一部戏，你也会和我是男主角哎。对，可是请问你是？之前是先主持《冒险王》这个节目。对，因为我就觉得说你好像是从哪里来的嘛。阿布之后也是他嘛。一开始没有对佑胜耍大牌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为什么不？因为我也耍不起来啊。演艺圈前辈跟晚辈不是应该要分的吗？而且至少要下马威吧。怎么玩？我有下十分钟的马威啦。就是如果我跟你约两点，你差不多中午十一点就要开始先摆。然后你五点半才到。可是你的这种下马威很粗糙。真的吗？教一下，教一下，应该怎么弄？细致的是怎么弄？就是用自己天生浑然天成的气质去震撼他，就是剧本背好了没？好了，就这样。你的也很粗好吗？好烂哦！我应该，我觉得真的是的话，应该是要就是，比方说对一对，然后他还没有就正式要开拍，他就 NG 的话怎么样？等你好了再跟我讲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一定我喜欢这个，对。你很会下马威耶。要不然就是不要跟他讲。马威哥，马威哥。要不然就是不要跟他讲，跟副导演讲说，副导演你看他怎么样，可以的话你再跟我讲。好，离开。对，整眼神根本不要跟他对到。等于说整部戏都不要看他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。就是整个戏是靠剪接完成的吗？女主角从来没有看到男主角。这就是娱乐圈。就是你知道康熙的规矩，就是最之前的那位要一直站着。哦，真的吗？你跟迅猛龙应该谁站？我站吧。可是你们现在有冒险王吗？你不站，那我站喽。你先不要这样。你跟我站。你好会给人家下马威啊！你对，威爷，威爷。我们要御膳房总管这一类的角色。你们不站，我站。你很爱演的你。而且。迅猛龙刚才想到自己是新人，就把外套脱掉了。是在看我指点之下，非常的懂得演艺圈。你又不脱吗？综艺节目，解释一下，别扯，等我一下，给我两秒。你又惹到我们公公了，真的是。你说要等你多久？啊，马上，等我一下，对不起，里面这件有点那个。里面现在好黑啊。你说我从里面都没有袖子，他脱掉外套。你知道我真的很少看到有人脱了外套之后。竟然让我更失望，太瘦，是因为太瘦吗？因为像迅猛龙脱了之后，它里面至少就是还是个短袖 T 恤，有露到胳膊。因为你看它脱掉之后，它就是一个长袖的线衫。那你把衬衫脱掉啊！这是什么？衬衫又不脱，我脱。所以迅猛龙先入行还是？哎，你坐下来。累的话你就先坐也没关系啊。有不会，要不要沙发？要喝咖啡吗？不要，他手都流汗了。迅猛龙只是在别的节目里，对，当1/15的来宾这类的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16个大学生之一啊。所以现在是要比那个作品输的人就要脱一件吗？没有，其实今天是这样叫玩这么硬，因为你看他自己主持节目。他自己拍的第一部戏就是这么重的戏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所以要给他这样讲。他不知道世界上有多残忍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因为他演艺路走得太顺了吧？对啊，很顺遂啊。他身材真的超级。他又一直不给我们看，我怎么办？你用手感觉一下。没有，他只感觉大牌的。好了，那你脱了，你脱了啦。讲什么讲？可是，不然又脱起来，我怕又让。不会，你自己把衣服掀开，掀到那个六块肌露两点的那个地方，让我看一下。这，哇！哎呀，你有话早说，干嘛啊？你是什么？真的吗？你这生育贡献人气，我站着你说。很丢我们脸，很多事要先沟通。访问你，那你现在还要谈心吗？我们这边不是肉店，聊聊金星座好不好？不要太，你压力会不会很大？不要再假装你关心人家。你有看到那个肌肉8块哎？他是以这个著称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好久没有看到那些东西嘞，我都只能看我们家那个冰块盒，然后在里面。冰块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姐姐是真的希望你在演艺圈可以，我希望你真的可以就是大名大放。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她一个夹子，让她把衣服就是卷起来，然后夹在这里。很丑啊！可是因为她在遮盖住，观众就不知道她的好在哪。谁要看一个很老实的人做？有人跑去拿夹子？不要说，我都没有在照顾新人。
好大哦！你愿意走红？你想要走红吗？是啊。走红总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。是。你也知道我常被别人攻击，说什么？你知道为人妻还在那边大吃别人豆腐，那些都是该付出的牺牲，对吗？我为了让观众开心，你以为我很想摸啊？不想摸这些，我干嘛摸这些啊？对啊，太委屈你了吧？对，我摸他们，我能干嘛？我能生孩子？我没有啊，没钱领啊。我是想让你们笑哎。你不用含着泪一直摸，怎么会？来来来，快点啦！魏龙恒，你真的是来要先卷哇，要先帮忙，是是，我从没有看到来宾穿这样子上去，奇怪，而且为了顾全时尚，还有点你知道是斜的，对，因为平均不好看，因为直的就不好看，斜的还有一种解故事的那种，对对对，写的好看，好好看啊。他超适合上谈话节目的。为什么你访问来宾都不看人家脸啊？所以要他站着吗？还是要他回去坐？你可以回去坐了，因为我这样看得比较清楚。谢谢建明兄。所以，如果你是负责照顾他的前辈，主持人这样子，你可以吗？现在在访问建明兄。好清楚哎！你到底要不要聊别的事情啊？你整集都要聊冰块哥吗？其实我终于懂了，潘若迪他们设计服装就是为了这个原因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就你不要撩起来，没错，就是要展露。所以路人应该怎么办才能够一直展露这一块？你就是如同这个方法，你自己卷卷，然后用小别针把它别起来。你也可以买，可以挖一个洞吗？挖洞我觉得好粗俗哦，因为这样就很粗俗哦。其实冒险王里面也蛮常需要。裸露是不是？对。所以你在冒险王最露到什么时候？什么程度？最露哦，穿丁字裤。真的、啊？就是到。你会不会？你不应该说出这件事情。我跟你说真的，都露到这。你不要跟我讲你不想看、啊。真的、啊。穿丁字裤不是会很凉吗？就是那是原始部落里。我觉得可以穿丁字裤来看。因为为什么外景节目可以，我们棚内节目却做不到？我们节目一直要求新求变呢，我们要进步好不好？来，把裤子脱了。所以你这个戏，你为了这个戏一天晚脱衣服，就现在搞到你到处都要被观众乱摸吗？也不会啦，欧巴桑会跑上来乱摸吗？所以可以吗？而且你会害的冰块都融化，因为每个欧巴桑家都拿着冰块在想这件事。妈妈，快点呐，我要加冰块了，再接了。就是赶快推出你的品牌的冰块盒，我觉得会翻车。